来有骗啊！林智坚判了死刑，谁判他的？教育部判的。大家都说用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不是我们辣晚报下的，这是网友说的。教育部实在太凶残了哈，打肿了蔡英文。这个好久不见小智啊，对不对？入阁也没有他的份啊，他是被切割了吗？哈，干妈蔡英文怎么看呢？那他这个中华大学、台大论文都被双杀，记不记得辣晚报帮你做过了好多好多的比对，一个一个在现场，有没有？两个一个一个念呐、啊。好辛苦，念出来念的一模一样，有没有啊？我们都比对过。如果说大家没有跟上，记得上网补课，那几课超欢乐，流量超高。两个硕士论文都被双杀，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诉愿。1月19号，教育部就驳回了中华大学的部分诉愿案啊。台大的部分呢，阳明告诉大家，下周一1月6号就会出炉啊。好，教育部怎么驳回？注意哦，1月19号驳回，但是我们看到2月2号才公布。为什么要拖这么久？将近半个月的时间，这个待会来谈。那驳回的内容我们也整理好了，待会我给你看。但简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驳回的三大理由啊，教育部你太粗暴了吧，写到这样啊。为什么要驳回？因为小智你无法明确回答论文的相关问题，自己下一代那不知啊。第二，小智的研究基础能力以及理解鲜有相当之不足之处啊。大家都在想，天哪，这样人可以当新竹市长啊？第三，本案确实存在抄袭情势，看到没有？写得这么直白哈、啊。但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们整理出来的，因为教育部哈、啊，我有上网看了他的所有内容，你知道字好小，好大一大坨哦，真的需要一点这个耐心才看得下去，而且教育部的中文也不太好，看的是有点辛苦，需要翻译。那我们呢，还是用他的原文划线，我给带大家来看一下。来，导播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教育部诉愿案件查询系统在这边啊？教育部诉愿决定书在这里。哎，对，来哈、啊，诉愿决定书啊，诉愿人林圈坚有没有看到哈、啊？就林智坚嘛哈，吴宝，好看到没有哈、啊？哎，对，摄影师拍一下啊，然后来再看这一行，这一行来，摄影师在这边啊。诉愿人因为撤销硕士学位啊，不服什么什么大学，就是中华大学了，111年8月23号什么什么字什么什么函提起诉愿啊，所以本部决定如下。好，谁决定的呢？好，来看哦，哎，名字有哎，好，有公布，这跟高端不一样哦。好，高端审议委员都没有公布哦，这个是有公布的哦。主任委员林腾蛟，不过他请假。他请假，所以是由这个李松茂来代行主席。其中委员包括了黄旭田、邱月成、陈淑芳、李松茂、李慧宗、吴晴雯、江嘉琪、谢淑珍，还有范江真维以及这个林玉梅都有写在这里啊，可受公平的。好，然后内容呢？哈，这内容说真的，一大坨，真的好大好大一坨，而且非常的文言文。重点在这边，我们都给大家划线准备好了，三种不同的线哦，三个不同的重点。第一个什么呢？哈，原文哦，原文哦，我给大家看，审议委员会第四次的会议哦，口头答询当中啊，88888啊，发现第四次的口头答询当中，发现诉愿人就是林智坚，发现林智坚。不仅无法明确回答作为系争论论文的基本研究方法，好这么多哦，还有方程式的来源、内容意义、源自于何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文献，甚至第一个是什么？这些通通他没有办法回答。哎，这论文不是你写的吗？哈，你的研究方法你不知道哦，什么内容意义？你的软体程式你都不知啊？第二个，甚至怎样？甚至在这些研究计划的重心的问卷调查分析的。分析的这个电脑软体名称、使用方式等一般研究基础能力及理解上，鲜有相当的不足。不要说高阶的那些啦，连最基本的研究基础能力跟理解你都不足。为什么基础能力不足呢？哦，问你一个，这个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：你用什么软体？网友说我用 Excel 啊，我用 Word， 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吗？啊，所以呢？你看教育部写的多么直白啊，基础能力理解上都显有相当之不足啊，所以怎样实难哈、啊，令人相信诉愿人有此研究能力。好，还有一个重点哈、啊，争论这些细争论文之文字叙述啊，就是这些有没有啊？跟谁谁谁的期末报告书的文字叙述，重点来了，几乎完全雷同，看到没有？几乎完全雷同，就于正煌嘛，所以诉愿人就是林智坚啊，这些论文有抄袭谁谁谁期末报告书哦，这个不是于，就是那个竹科的部分，
不是余振煌，是竹科的部分啊，有抄袭这个期末报告书，有没有三点啊？简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是教育部的系统查询系统的原文，我们给大家整理，因为很拗口啦，很拗口，而且他句子他喜欢用复合句，有没有？一个句子两行三行，中间藏了一大堆的讯息。好，我们回到刚刚那张，简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驳回三大理由就是这个，再念一遍，没有办法回答论文的相关问题，自己写的都不知道。第二，基础能力、理解能力都有不足。第三个，确实就是抄袭，确实就是雷同哦。这题今天在 PTT 上炸了锅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这个 PTT， 我们今天也截图，超精彩，开了好几题，你知道吗？网友炸锅有没有？哈，答不出论文研究方法。林智坚在审议委员会被考倒，哀鸿基础能力不足啊。下面网友炸锅说什么呢？来哈，摄影师带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够草包。自己的论文开庭前你还不翻一下哈，然后连研究方法都答不出来，有够扯是不是啊？自己论文会讲不出来，好，你到底发几篇文呐？好，还有这边来，我就废不行吗？吃党奶水就好啦，有够废，给你时间你也不准备啊？传说中的冤案吗？哦，还有这里来啊，不管啦哈，小智没有抄，这是政治迫害，是政治力介入校园，政党影响司法，政府打压爱逮玩的桃园子弟哈，网友很会啊。还有这个，给你小智好几个月读自己的论文，结果还是答不出来，你真是没救了啊，任政无能。好，来我们再回到刚刚那张，我跟你讲，这只是 PTT 当中的一题而已，有好多题啊，还有一题叫做。小智竟然连分析软体名称都答不出来，啊，怎么回事？网友说，小智一定是用手算，甚至用心算的，啊，根本没有用电脑软体，你们误会了，他很厉害，手算心算就够了哈。还有网友说 ，IBM 的错了哈，弄出个 SPSS 软体，小智哪会知道啊？还有网友说，我舅家那本 SPSS 真的哈能够送他了啊。好，来，一开始今天现场，都是博士啊，全部都博士。这个汤老师，您在学界好了，您先看一下这个小智的论文。我觉得啊，今天教育部怎么样？带种吗？不是，我要强调一点啊，他确实被冤枉了。他确实没有抄袭，为什么呢？是他助理抄的嘛？我觉得还要查一件什么事情啊，因为他。在这个台大国发所的课啊，他自己都没有去上，他是派助理去上的，所以说你应该把那个开课上课的时候的那个点名单啊，你要把它公布一下，到底你去上课了没有啊？对耶，哎，你没有上课嘛？所以就是助理上课，助理写论文啊，所以说了嘛，那他当然说，哎，我没抄，我是没抄，小智根本没有抄，他没抄啊，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所以说了，教育部冤枉了，是助理抄的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他助理嘛，对，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些东西，在我来看啊，全部都是助理。在帮他处理的，他哪有时间搞这些啊？你还要去上课，你还要去写论文，还要收集资料，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全部是助理在办的嘛。但我跟你讲，大家最火大的是什么？因为从他诉愿哈到真正什么被叫去问等等，中间有一段时间啊，哎，你就恶补一下嘛。他补不来嘛？都不恶补。他这个也应该叫助理帮他去弄，叫助理帮他去弄。那助理有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搞不好助理又是抄人家的。啊，或者说助理还有其他的助理在帮他的忙，助理的小助理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有都有可能嘛？能那你说你助理真的你能够有这个能力来写这些东西吗？那很难说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助理我们也不知道他程度怎么样。那可是我们这样合理判断，绝对不是他做的，那可是是他的名义嘛？对呀，你是这个论文是以你的名义发表的，学位也是他拿呀，那学位也是他的嘛？对呀，那可是这里头一大堆的这些事儿。那是不是我们也要请教育部把它查清楚一下？对，更重要的是这个，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是不是所以说，那我们要还他的这个部分清白嘛？对，那你真的没有抄嘛？那不是你抄的嘛？所以所谓的小智占清白，就是占这个清白。对，论文不是我写的。啊，是啊，我觉得他这样讲，他有他的道理啊。有道理。他说是我助理写，他当然不能讲。对呀。对不对？这实际上是他助理在弄的嘛？只有汤老师冰雪聪明。那所以我说，他还是这确实有一些是被冤枉的啊。那可是我是觉得说。
他这个你说叫恶补，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，或者说没有这个基础，你要恶补恶补不来的。对啦、哦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论文这么，这是难为他了，对呀、啊，难为他了嘛。那他整天去搞那些、啊、搞那些事儿，跟这个论文根本无关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做政务官，你要什么一大堆这个其他的事儿。那所以呢，我是觉得说教育部应该啊来查一查，到底这个论文的背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你不能说这个论文是挂你的名就是你写的啊，不见得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有待我看这个台大这边，因为他那个还没有结果还没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台大你可以找得到资料啊，对对，你每次上课你就点名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你去上了几次课啊，所以这个搞不好这个东西更难堪了，对对对，这个东西你要公开，搞不好你说一个学期你没去过一两次啊，搞不好一次都没去过、啊嗯、真的啊。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啊。科普一下、哦、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，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，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，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